这就是那啥的变态，你咋别说？不伺候父母，伺候他妈几个，我觉得意大利人真的跟他们搞不明白。你都能神经，真的搁这待时间长，真的不神经都神经。啊，还有5分钟，嘛事儿啊？45分钟按摩的。你这跟强哥做的。你还有多长时间呢？我还有5分钟。那你坐吧，一样。哎呀，既然没翻白给我，既然来说是你领的吗？你放吗？不过我们也有时候老这么自己串来串去也不好。串啥？其实这个脚应该给强哥做，全给强哥。强哥关键那阵没下来，没办法。我这就是半个小时。哎，哦，你上去讲个，你去那个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带上去了，哦，带上去了。真是俩人哈。哎，我不能试一百二半个小时，快坐。啊？我也不能试一百二给你做，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你做过来。就是。看不了啥，他在那边录，录吧。
上还闹了的。
Mm-hmm.